小哥，快吃啊！快吃啊！他是个汗手的，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我们去上一次。好。我跳个三六七分，一起随手关关灯，开冷气配电扇，别忘了要关上门。买家电找认真，就想找到对的人。果然还是熟悉的官式上将嘴对味，从 YouTuber 跨界当歌手的官少威由于全新内测，首台电之钥为节电广告合作主题曲关关灯。我以为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道具，结果他在动，他去哪了？他家里边。我才吓到了，我现在想说，刚刚下楼梯下了三次，如果它会没用，都试试看。三二走。这样吗？好，这样的，这样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他一下要这样，他一下要这样。哦，只能说，也不是什么和弦问题。如果没想负担，也不用这样。而这首关关灯，关关还拉全家人一起拍 MV。他有一次就是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，说：“舅舅，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”我说：“哈。”他说：“传两张签名照给我，签四张，有两个女生要。”四张，谢谢。因为姐太适合你了，怎样失控主？对。应该是蛮好演的，因为基本上就是他反对他做的事情。Always 关灯、关电扇、关冷气。很兴奋，没拍过。那你听到邀约的想法是什么？哇，对，通告费是多少？先看你演的怎么样。这下出名了。Hello， 好，右边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棒。